价格还是很高啊，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？农历年前，屏东家畜工会因为不满当地肉品批发市场不愿增加毛猪拍卖数量，工会理事长促使50几名的会员集体休市，造成了客人的权利受损了。公平会认为工会用不正当的方式来限制竞争，违反公平交易法，开罚30万。现在猪肉日前受到毛猪大量死亡，价格一路飙涨，农委会因此启动限购令防止囤货，也要求农会超市部分猪肉打8折。只是屏东家畜工会却自行决定集体休市，公平会26号决定开罚，促使他的所属的会员呢不进场交易，那违反公平交易法第19条第4款的一个规定，处该工会啊新台币30万元。回到农历年前，屏东鲜肉品批发市场1月24号拍卖毛猪2200头，每公斤批发价65.72元。隔天因为周六只有1600多头，价格稍微上涨到69.5。到了1月26星期天，也只有1789头能卖，引起屏东家畜工会不满。理事长和50多名会员鼓掌同意休市，使得猪价又再度冲上80元大关。不过工会强调，这是反映农民长期亏损的成本。你敢知恁收价低吧？是阮用低吼。借钱贷款流着目屎收钱的家庭主妇都很恐慌啊，物价一直上涨啊。工会跟养猪的那个这些业者的话，就是合作，然后就是说商量一个具体的方案，然后把数量控制好啊。民众批评工会做法影响消费者权益，公民会也认为已经破坏产销调节机制运作。农委会则强调限制猪只购买数量，一旦供销情形恢复正常，就会立即公告废止，呼吁相关业者确实配合，协助毛猪价格在市场上能尽速回稳。记者曾俊勋、陆怡，台北采访报道。